人说为什么还穿校服？对不对？其实分校学生其他人也没有被通气吧？对啊，我们第七班才算是应该算是有，至少就收到消息，应该要把我们带走。所以其他人穿校服也都还好啦。那以日本的文化，他们下课啊，或者是甚至假日出去玩，他们也会穿着校服。有一些会这样，就是校服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精神，还蛮正常。好，这一次的我已经不是刚刚的我。来了，来了，我感受到了。想要什么牌就拿什么牌来。全分校都差不多通气，怎么讲？一定可以的。是不是起手就一个好牌啦？兔胚，哼，虐爆他！他这好像没办法再更加速。来啊！哇塞！一胚可以来，十，我不能把十也换掉了。啊，不能太急躁。没关系，还是赢他，还是赢他，一赔就赢你了。去，哼，轻松赢你。以后有我在的地方，就是上帝禁区，不准有你出现。一赔，有一赔就可以赢了。去吃吃便当吧，好霸气！我故意的。六七八，我这没什么特别的。你看，刚如果换只换一张七，有可能就来688，有没有？只是这种，就是你不可能想得到啦，你不可能想得到，所以就不用管。哎呦，开始会跟我平手了，哼！你能跟我平手的也只有这一局，来吧！哇，马上来一个兔胚，吃定你！关键要夺第五颗星，第五颗星都不好夺哎。好啦，我觉得就用这个了。90、11、12。我就跟你赌，来个13或者是8，有，哼，哼，9、10、11、12、13，顺着，没问题，最后一招，来。这一局嘛，要赌上星星，对不对？赌上星星，拿出你的真本事啊！也只能这样换了。哦 ，yes， 他
他就算有突胚我们都赢好不好？而且哦，差点差点，我是什么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哦，对，我是33，对，三条九，呀 ，free of can， 切，哇，这个掌声此起彼落，哇。轻轻松松啊！来买，想买什么就买什么。来，生命露水，这个力量露水。哎，这真的假的？这可以买那么多？所以这可以一直买。所以只要一直在这里，有没有疯狂的赢？你 STR 想要多少 STR 就有多少 STR， 是这样子的意思吗？你看玩一场加五，玩获胜一次可以加五。获胜十次加五十，获胜100次加500，获胜1000次加5000，直接所有的怪一刀秒，太瞎了吧！我们重点是要这个跟这个，可能以后会换到东西，好不好？先买一个，理论上是可以9999的 STR 的。剩下这两个其实也没有买的币啊，就是买了的话可以拿来卖，就会有钱。可是其实你看，赢一次才5000，50、15，赢个3次也才这一个而已，有一点贵啊。所以就理论上来说，我们其实也不用特别再赌了，就是该换的都有了。有人赚了4颗龙神香去卖。那对啊，你看这玩太久啊，5×5=25，你要赢个5次，还蛮累的。我看一下哦，龙神香，我记得是那个嘛，3万块钱。龙神香跟勇气灵魂，你看看多少钱？太好。龙神香对30000，另一个什么勇气王没有，它不是勇气种子啊，是另一个。看这样子估计另一个顶多也10000或15000吧，但是太贵了，太累了，所以这个闪之鬼机是它不是用料理洗钱，是用赌博洗钱，你只要慢慢玩。确实可以一直洗，三万，好累啊！我们最后还是可以礼拜堂一下，下一次再赌一次啊，多赚一点加攻击力了，爽！要注意不能使用暴力哦。不知道你们真的在赌场洗能例子 ，maybe， 亚修，过去直接爆珠，叮，就是。这就是真爱啊！诡异的风吹过，这就奇怪的花到处生长。
不安的感觉。都这样啊。哎呦，连对手都算不上啊。啊，我们今天最后就来打个 VN。 上一次我们有那个啦，购买很多新的游侠，不要再用了。回体受攻击时发动反击伤害，游侠是弓箭手啦，对，就是可以在后面慢慢 poke， 但是我这个啊直接打啦。地属性体力加，哎呦，这是后来拿到的嘛，布里克斯，这可以放。布里克斯，那我觉得这个火的都拿掉啦，这真的还好，直接方便。OK， 然后 VN 啊，我们应该就都只玩基本的啊，上次也玩过。又玩过那个 hard 模式嘛？他赢的其实就只有U物质加三还是加五，都没有变。那么加十或者有其他东西，我觉得还可以接受。都固定都只是那个，我就觉得还好。感觉可以啊。喂。直接加爆522，五点的攻击力，这你能信？啊，一直在补血哦。我就打掉好了，他不然他慢慢。攻击我们，可以帮忙加三滴血，等于是我们打两滴的意思，还好 ，OK。等一下再把那个给解决了，反正轻松轻松过啊。你补啊，你补啊，慢慢补啊。通通把你打回来，先打掉前排的，用力揍爆你。小应该相克，哎，对，把你的牌全部打掉，超爽的。霸凌，场上全部都是我的牌，你怎么跟我打？好了好了，你可以下去了，你可以下去了。去去去，去去去。鲁马成山，连对手都称不上，真的。好啦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，下一次啊，下一次我看一下哦。我们最近都会多开台，所以闪鬼台我看一下哦，会不会有额外加的呢？今天是1月8号嘛，礼拜三。还没有吗？有，没有。
下一次开台会是下礼拜一，1月13号会再多开啦，三柜台。那那天应该就玩个两个小时就休息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礼拜三，好吧？下礼拜一跟礼拜三都有三柜，好吧？就是这样啦。那当然，如果你时间不行的话，没关系，记录档隔天也都会 po， 好吧？隔天也都会 po， 所以别错过啦，错过，错过也不用担心，也有记录档。好啦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礼拜一三只鬼鸡再会喽，大家拜拜，晚安晚安，我再去收哈了，拜。